区队路况巡查机在与你们通话。你们的事故现场，我们已通过无人机的视频采集系统进行了完整的采集固定。如果你们没有人员受伤情况，请向我做一个 OK 的手势，然后立即撤除事故现场，将双方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。双方互留联系方式，到就近的交通事故快速处理中心进行后续处理。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情况，可以拨打2736-9994电话进行咨询。今 AAV528 与悬挂临时号牌的蓝色小客车降下员，你们好，这里是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南开支队路况巡查机在与你们通话。你们的事故现场情况，我们已通过无人机的自行采集系统进行了完整的采集与固定。如果你们没有人员受伤情况，请向我做一个 OK 的手势，然后立即撤除事故现场，将双方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。双方互留联系方式，到就近的交通事故快速处理中心进行后续处理。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情况，可以拨打二七三六九九九四电话进行咨询。